他们活不长了。这把带的新弓啊！ 狮子狗，这个版本虽然抓不了中路，但抓上下路两路太容易了。狮子狗这个版本感觉挺强的，这个地形比较适合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 妈还有兄弟说中路 TP， 我 TP 的话不就没人猜了吗？最关键中路只有一个护排兵，而且是残血。我从不妥协。 不是御剑吗？西部魔影不是赢了吗？西部魔影我记得46票吧。无处可藏。<音> 还能安全吗？点出到了，就怕 EZ 来，真的，打打打打打，我马上来，兄弟，我也能来，咱们多一个人的，不用怕。切当切当吸，nice！我操，我这手来的是不是有点关键，兄弟们？ 刀嘎的，还有兄弟还在探讨上一把吗？哎呀，上一把就是咱们最后讨论出来的结果，就是让我们下次防住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啊！一把游戏而已，过去了已经，没有机会了。 打好下一把，稳住心态，什么局都能分。来，让他跳一下。哎，真敢跳！ 这虚弱，哎呦，啥都有啊！我操，打！ 下路的位置挺好，不过只能过去威慑一下了，无所谓。
对，应该就我过去就是一个兜底，他们要敢打到底，绝对是输的，因为我蹲一个人。啊，走地吗？视野，卡视野，来了来了。哎嘿，我操！ 我操！差点，兄弟，我差点上当。杀我可以，但真也不能碰。这波属于是真也钓鱼了。这一刀学会了。这把刀。 是我的最爱。速战速决吧！这把要出刺客，出不了战士。哼，马米来。 打开，流血打出来了。有眼，有眼就算了。这把刀，好牛逼的。 W 闪 QI， 不要翻出去的 OK。Q 拉开 ，Nice， 好杀。他没杀我就好。他这波选择错了，他杀我的话更值钱，1000，还能节省。不过他这个思路也没错，先把奶妈杀了，不然其他人一直被奶，这就好无奈啊。 这波必须要交闪，不然你翻出这个空中会被虚弱挂上，挂上了伤害也不够。Nice，我活到了最后，操了！ 现在就是我们莉莉娅不能抓单，但对面可以抓单，因为莉莉娅抓单用大招抓单了，杀掉了也亏，他那个大招就得留来打团，所以我们得分带线，一个人就得要小心一点，就随时做好一打二的准备。这莉莉娅就算来反蹲了也亏，他那个大招就要留来打团。 我操！鳄鱼这么肉都扛不住吗？我从不妥协。
细看了一下，好像也不是很肉，他这个没有血量，只有一个护甲石。咱就说左座，呼呼，我操，这一波这么精彩，我谁的人头？武器大师，我的 T 不能太着急，我的 T 了一会儿分带压力多大，这个 T尽可能捏紧一点。这版本电感三轮车可以出吗？可以出啊。锁住 ，nice， 自信了是吧，兄弟？还是我去追他好一点啊！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，我先出巨狮的牙，一会儿钱够了，我再把它转成塞瑞尔达，因为我这波可能是最后一波了，打赢了就一推了。只有傻瓜才会。没时间给我憋到那个装备了，关不关键？操了！把他杀了，一波一波一波，死亡之舞丧尸。nice， 这下真一波了吧？我操！我这波灵机一动，我极限反应，你们知道吧？这波维鲁斯把他控倒了，很关键。啊，又一波不了吗？怎么说？这样怎么样？这样吧，巨石这家感觉也不能卖，算了，一只风刃吧，一只风刃换成魔奖。不要妨碍我。也可以 ，nice 啊，兄弟，反应很快 ，nice 啊，机会找得好 ，nice 啊，兄弟保住就好，我们现在五打四啊，多一个人。一会儿我有一个啊，敢来吗，狮子狗？现在就等你来。只有傻瓜。你的狮子狗跟。不要拨奖，我进去卖。nice 啊！我操，这一把质量是真高啊，兄弟们！